我叫戴志颖，然后我来自台北大学，现在在念公共行政的专业。那我们这次是接待大陆的同学，然后回访台湾，会进行9天8夜的行程。因为我们就比较像是像辅导员啊、队服的角色，我们其实不只是陪伴，甚至在9天8夜的行程里面是帮忙大陆的同学一起来了解台湾，把我们的生活经验跟他们进行分享跟交流。然后我们都是去像4月的时候有跟马先生到大陆去，然后其实就是跟学生们啊都有进入非常深度的交流这样子。我希望说其实这一次是能够帮助新朋友新的大陆的同学是能够对台湾有一个新的认识，不然他以前有没有来过，我们都希望说他在此行九天八夜里面收获是满满的。我是台湾海洋大学的林佩珍，其实四月份就有跟马英九董事长一起去大陆祭祖。其实4月份去过之后，然后我自己7月份、8月份也都有再去大陆那边，然后其实跟之前在北大所认识的朋友，我们也都有约出来，然后再叙叙旧，然后聊聊天，去吃饭。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也非常期待，就是有更多的陆生来到台湾，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然后未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可以在过去那边，然后跟他们就是去不同的地方玩，去他们的家乡，或者去他们学校去参访这样。我是准备好我私人的美食攻略，对，就是哪边有好吃的，哪一间饮料好喝，然后哪一间的蛋糕好吃，我想我都已经做好准备要分享给他们了。那也期待他们会喜欢就是我的这个美食小清单。